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黄，我是李光。妹妹，今天呢，哥哥要带你来玩手游喽。我不敢不会。哎，没错，我们现在呢，操控这台飞机，你们看到我现在下面挂着一样绿绿的东西，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炸弹。啊，垃圾桶。不是，垃圾桶里面有炸弹哦。我们现在呢，要来让我们的炸弹越来越大，然后炸掉整个世界。真的假的？对，这么残忍哦。我们来开始玩玩看这个游戏到底在玩什么。他说丢下炸弹吗？丢下炸弹。炸弹等级增加了。对啊。哦，变成四五颗炸弹。哇，我炸弹变超强的炸弹。对，炸弹会升级耶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好 3D 哦，直接把所有的地方都炸掉，获得一台飞机啊！这台飞机是要看广告，我们就不看了，好不好？OK， 哎呦，我们有钱了，我们有50块钱，我们可以增加炸弹的等级。炸弹等级，开丢，十等，这个应该是这个吧？十，哦呦，加二。加二。加11，加这个好了，多一点炸弹，有没有、不一样的那个？哎呦，四52颗，开射！哇，就嘣嘣！哇，银角拳！对啊，哇，三倍，我们获得三倍了，三倍多少？150块，耶！又获得500块，爽哎！你看，650块了。可以升级。这是增加这个数量嘛，然后这是等级。你觉得这是炸弹的威力？数量先。数量先，好，然后再多的钱加这里，再加一个数量。哦，我现在变成火焰弹了。我直接20等开始。对啊，20等的火焰弹，再加6颗。我这关会会左右漂移。小心哦，闪一下。好险哦！来吃这个，有了！炸弹又升级到是什么？我的 power 1000多哎，1900多的伤害。我的火药很强哎！哇！3.4倍，获得了一台飞机。不过你要看广告，先不用了，没关系，我们飞机够强啊，250块。250块增加这个等级啊，加火箭多一点，这个数量多一点，内摩斯加6，再加30，有了，闪一下闪一下，这边有个加8，4加8，4加8，好多，74的等级，超多，2400的伤害，应该有破纪录吧，应该可以吧。有破了！哇，我们打到这个防御基地了，3.8嘞！哇塞，这枪不会是带着这个枪然后飞吧？这是火焰枪吗？我也不太懂哎，它应该是给我们的武器啊。哦，怎么音乐这么帅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换飞机啊？哦，换飞机？我们没有，那我就开始。先等一下。这什么？太酷了吧！这模式也太好玩了吧！这模式我蛮喜欢的哦。我也蛮喜欢的。快乐快乐射击，加是3倍。哇，金刚！什么意思？打金刚是不是？要fight车吗？fight车要看广告哦。不了！不能不看哎。哇，给你450块！450哦，很多哎。那我们再增加一下我们的这个数量好了。好，来哟，来 go go， 加40等，加40等，我有圆盘，我变手榴弹了。再加4颗好了，再加4颗，OK， 4颗，再加6颗。你们觉得等级比较重要还是数量比较重要？我觉得蛮重要的，都蛮重要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。再加12颗，有了！我现在3600的伤害，砰！有没有机会？有哎，打到4.6了，哇，好帅哦！
这个我们是拿不到了，550块。550很多哎、欸。有没有觉得这边两个都四等，你要先加哪一个？左边。左边吗？伤害先加是啊。对，好。你把伤害加起来，60等乘以二。有，哇、哦，变核弹了。哇塞！怎么有惊叹号？什么？惊叹号？他刚刚惊叹号是不是我们要变强了？是吗？哦，248。来了，5400的伤害。5000，哇！我们超过很多。哇，这个巨石基地被我们打烂哎、欸，差点呢，5.4倍哎，哇！获得新枪，谢谢，我们看看就好了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不需要650块，这741，妹妹怎么说？右边。右边吗？好，数量。这个杠真的哇、啊，其实好像没感觉有什么差别啊。我知道他是打 boss 的时候，我的伤害会变高吗？啊、哦，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我也就想说，奇怪，我们哪需要那个枪啊？哦，我现在才想到，对，我们在打 boss 的时候会需要，可是那个 boss 要看广告才可以。对，哦，他刚刚有飞弹射过来，难怪那个惊叹号会有那个惊叹号的原因就是那样啊。他们会有一个对，我们会扣，是不是？对，对空防御的，他们有放飞弹，6000的伤害，6000哎 ，bam！ 可是我们是手榴弹，可能伤害没那么高，嘣嘣嘣 ，bam！ 哇，好输压，嘣嘣嘣嘣嘣，炸掉，有了，哇，5.8，中了5.8了，碰到了，要准备打哥吉拉，700。妹妹怎么说？700，右边也只能右边啊，没有加个一点，哦，加100哎，哦，加3，加4颗，加4，哎，接过，哎呦，你看，对空导弹，哎呦，哦，那个真的要闪一下哎，被中了应该会扣很多哦，很危险，没错，加15，哇，好多。哇239，6600，就哇，这飞弹伤害很高，都是只要一颗就可以了，2颗到这边2颗，钢手榴弹这边是3颗，哦，3颗了，有了，有机会吗？4颗，啊，快炸爆了，可惜了，对啊，有机会了，说850块，850，好多钱哦，好多，开始。欸，可以多赚一点没关系，多赚一点也好。哇，这是中国的建筑物哎。哦。炸！哇，可惜了，我能打他吗？好想打看哦。打到吗？可惜了。他都这个都只能让我们用看。哇，80光年飞机哎，好帅啊！先不要，500块，1000块了耶，妹妹，1500，六，好啦，左边吗？左边先了，在两个左边，哇，你妹妹把伤害扛这么高啊，70、80，哇，这不错，哎呦，这个选50好了。level 五啊，60，好，我们那，哇，我们变成沙皇了，好大颗哦，那绿色的哎，哦，再加6个，哎呦，300，应该有哦，应该有，哇塞，7000多，哦，7200，哦，好帅哦，应该可以突破，都是一发就中了，一发啊，两发，三发。哇，差一点，最后那个好难突破，他的那个比较强哎，哦，575块钱，766都没办法，你直接开始吧，一百，4颗，2，8，哦，再加4，再加100，好爽哦，280，再加23，300。哦有，哇，是啊，再加24，再加5，哦，327，8500了，8500有，应该有了吧，有机会了吧，破万就有机会打掉哥吉拉了吗？应该只能打到哥吉拉，还没有办法把哥吉拉打死，对，我也觉得只能摸到一次，
怎么办？残量弹有没有？哇，差一点了！哇塞，快爆了，快爆了！我们快成功了，650块了。六百五，妹妹可以升级了，你要升级右边啊！来来来，右边，先加我们的数量，107颗。不要碰到！哦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好危险！哦哦，再来！哦呦，闪一下，闪一下，闪一下！嚯嚯嚯嚯！要400了，要400了！哇塞哇塞，我们要突破啊！有，是这个。475！哦，11000！哇！有了吧？这有了吧？破万了，应该有了吧？这破万的那么强 ，bam b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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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m， 而且都一发一发，你看一发一发，对啊，一发一发，两发，伤害超高！嚯！炸掉了！哇，哥吉拉血有7500哎，差一点干掉他了，725块，我们钱又变更多了。有啊，妹妹，我们现在啊，这只能左边，只等，对，只能左边，可惜。我们其实有90了，没有错，440，有，我靠，直接加到400多哎，可以哦，这个加8颗。哦，小心！哎呦，好危险！哇哇，这是什么？蓝色的，住了吧？很恐怖的。哇，14000！哇塞！哎、欸，伤害是冰冻的，冰，对啊，冰，好酷哦！冰，哇，音效不一样哎，好用心哦，这游戏。一发就可以射掉，来这边，4发就射掉了。来，哥吉拉！啊，差一点。哥吉拉不怕冰是不是？我们伤害要再多一点，再给他100，可以啊，满上。哦，打 boss 了，不需要成功，不需要。射不到。啊哦哦哦！猛顶红色版呢！哇塞！别了吧，没有，不好意思啊。我看他送我什么？飞机 GI 救 ，GI 救哎！地球战士875，还是赚耶，蛮是蛮赚的啦哦，2000块了。数量吗？数量对不对？好，数量我也觉得数量要多一点。哦，成员。数量变多了。只是，我的伤害好像有点低耶。可以，哦，29。哦，再来。38。38。来，再加50。可以哦，可以哦。430。数量。再加数量，我们数量超级多，13000。可是13000应该打不赢哥吉拉，只能碰到哥吉拉而已。咚，好舒压，咚。但是一发就可以打掉，怎么样？哇！咻！砰！哇！2600，剩2600的残血。对啊。可以耶。950。1641。我们要把数量也升到 level 10。好。数量升到 level 10有点凶残耶。有了，再加25。我觉得我需要加点数量，数量不够多也没有。数量蛮重要的。对，来54。54。OK， 309。再加150。再8。哦，150。有。哇，45啊，好像哇没有哎。12000。至少要打赢他要17000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。至少要至少15000以上吧。对，要15000以上，我们刚15000打不赢他哎。对啊，就差一点点。而且我们还是用冰冻弹的，咻，咚咚，4000，没错。哇，这一半而已。哥吉拉不好打哎、欸。对啊，可是我们这次钱比较多哎、欸。有钱越来越多了，加这个好了。看到1000，忍不住就点下去了。乘以二，乘以二吧，对啊，五，105，42，60，加15。啊，只有加2啊！哇，怎么那么少？至少不是扣200多了，250那个太……哇，我先，我看，我觉得这个弹量有……我太开心了，稳住，有了，
哎呦，哦，两万，哇，两万过了吧？稳了吧？有了吧？有了吧？有了吧？两万可以吧？两万虽然没有到蓝色，对对对，拜托，很多耶，拜托两万一定要过啊！一万七到这里还有一万七，有没有？一万三，去吧！哇，赢了！赢了！我们终于赢了！哇哇，一万两千呢！哇，赚烂了！笑死！里面我们发财了，我好多一万三，我可以跌到十。level 十，直接点到 level 十吗？对啊，还有九千呢，开心啊！开心开心，开心呢？开心点，哎呦，十二，好爽啊！哇，好快乐哦！这游戏怎么那么快乐啊？这游戏好有成就感啊！真的超有成就感的，打赢他真的是，真的是很爽哎！真的，哇，四百四百四百。四百，来试一下，四个，再加这个，我要五百，哇，五百六十七。我现在伤害看起来很强哎，七十七十，哦，六百三十八，两万的伤害，哇，两万多，猛毒，猛毒来了，猛毒，猛毒应该扛不住吧？两万哎，两万应该有机会打赢他哦，哦，两发，两发，哦，这边碰到他吧？去吧，哇，好多，哦，一万两千五十，哇，太多了，一万二，对，一万二哎。这个谢谢，下次一定一千块，哇，也蛮多的。每一场开始，哦，赚钱时间，赚钱时间。我要射油桶比较多。对，射油桶很多哎，乘以十一倍、十二倍。哦，哦，十五倍、十六倍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奇怪的机器人？哦，这是那个啦，电影里面的机器人，那个有一部叫做什么啊？钢铁擂台吗？是吗？应该是吧。Dragon， 哇，龙飞机，这是哪中介龙啊？长得有点，就是有点丑哎，说真的。一二五零哎，哇，赚到三二九一，要升吗？当然是升烂啦。有没有？我要一百四，先加，先加等级。再加这个，怎么全部都是降的？完了，哇，差点碰到，怎么都是降的？哎，这次有点惨，哦，这次好少哦。再加这个，加八，八，哦，两百，哦，两百，哦，两百，两百，哦，哎呦，差点碰到，好危险，哦，哦，有帅有帅，一万八哦，可以啦，一万八，勉强打到那边。对，打这只我觉得要三万。我也觉得，因为他的血太厚了，嗯，应该两万五了，两万五应该就有机会了。对，至少要超过两万五吧。咻！我看剩下残弹打他，啊，打了三千左右，可以可以，好玩呢。至少我们钱很多。对啊，嗨，各位。这游戏怎么这么好玩啊？好好玩哦，这个游戏。对啊，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我们打掉更后面的怪物的话，记得点赞好不好？没错，还有70%的观众没有帮我们点下订阅，没错，动动你们的小手手，按下订阅还有喜欢，没错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